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是来收购？我是来面试的。啊？这是黎安安，我老婆。这是林东远，我朋友。你好。你好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开豪车的朋友呢。哦，嗨，这是我们老板的车，我就是个打工的司机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东远，你是不是应该回去敬你老板了？我就不打扰你们夫妻情绪了哈，走了走了。对了，你今天去我那住吗？